平时是吃货吗？是。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西红柿炒鸡蛋。相信星座吗？相信。喜欢什么星座的男生？是害羞吗？哎，不，其实吧，我也具体没有固定喜欢那个星座的男，有喜欢男生一定是什么星座，只要就是，不管什么星座，别太矫情就好。嗯，那相信一见钟情吗？相信。有一见钟情过吗？没有。那在生活中，你是内向的性格还是外向的性格？我是慢热由内转外的那种性格。就是内向吗？我不内向，我挺外向的，但是我在陌生人面前就是会假装就是高冷，然后对。嗯，渴望被另一半逼动吗？逼动，渴望呀。最喜欢脸上的哪一个部分？嗯，因为都觉得挺好看的，那是眼睛吧。嗯，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呢？主要以前我休息的时候都是在学习，然后最近就好不容易高考结束了，然后结果突然来参加发布会了，还没体会那种就是真正休息的时候要干嘛。看电影吧，看电影。嗯，最近听的一首歌是什么？最近听的一首歌，等我，让我想一下。哦， Daddy， 一直有作品上线，一直在拍戏，有没有很想多休息一下？啊，想。